新房刚入住没有多久，许多人就非常的烦恼，为什么马桶、水池边缘的玻璃胶都发黑了呢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该如何处理才好呢？不要着急，接下来小编教你快速解决这种问题的妙招。玻璃胶发霉的原因，其实玻璃胶发霉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，它的原理是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来进行固化的。玻璃胶是有透气性，表面呈现的是微孔结构，这种结构很容易吸附一些有机物，马桶边缘的边角特别容易遇水，总是潮乎乎的，就会生成很多霉菌，吸附在玻璃胶上，时间久了，霉菌就会慢慢的布满整个玻璃胶，这样就变黑了，同时也会慢慢的老化脱落的。如果玻璃胶发霉了，要怎么办呢？首先把马桶底下边缘清理前进，然后等待前到之后，用霉粉剂在发霉的玻璃橡胶上再涂抹一圈，弄完之后其实还是很漂亮的，并且也非常结实的。这样修补之后不仅美观，而且也不会晃动。其次，由于水池长时间的使用，底部也会偶尔的漏水，使得底部生锈发黑，密封性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这种情况也可以用镁来修补镁缝剂，它具有密封性，可以起到内外隔离的效果，这样也会抑制臭味的散发。厨房等家里的其他地方也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啊。防止马桶周围发霉还可是玻璃胶，那么怎么选购呢？一、防霉。厨房、卫生间一般这样的潮湿地方使用玻璃胶会多一些，对于这些地方最重要的就是防霉功效。一般质量好的玻璃胶都会在包装上备注防霉字样，如果劣质产品就不会有这样的备注。二、固化效果。固化效果是玻璃胶好坏的最直接反应，如果质量好的玻璃胶固化效果非常的快，颜色也会很纯，不会产生裂缝的现象，也不会出现细小的颗粒，同时也具有很好的弹性。反之，质量不好的玻璃胶很容易断裂，弹性也小，有颗粒等等。最明显的就是固化时间非常的慢，有一些甚至不能完全固化。三、种类。市面上出售的玻璃胶一般分为两类，一个是酸性胶，另一个是中性胶。酸性胶肯定就是偏酸性，但是由于玻璃胶具有腐蚀作用，所以这种胶一般用于粘玻璃，中性胶就好多了，很多装修都选用中性胶，也没有像酸性胶那样刺鼻的味道，但是价格要稍微贵一些。四、包装。最后就是要看好包装，质量好的玻璃胶同样包装也不会差。俗话说，人靠衣装马靠鞍，选择时候要看好包装是不是完整，印刷的字样是不是清晰，除了这些还要看下商品的合格证书、检验报告是不是齐全，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称一下重量是不是跟包装上的重量一致。